3月25日，演员秦岚宣布签约金牌大风，并推出个人首张 EP《一肩之隔》。男友陆川虽然人未到场，却送上了肉麻的情书，表示这首歌已经听了1000多遍了，并承诺会将这首歌用在新的电影中。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首 EP 的 MV 自然也应该是男友陆川操刀才对。不过秦岚的一番话恐怕要让陆大导演失望了。因为我曾经看过陆导的一些之前的作品，快乐男生我觉得拍得挺好的，刀郎有一个我就不能理解了，就是把那个女主角一直在沙地里拖来拖去，我特别怕我的 MV 最后我的结局是被男主角拖来拖去，后来我想别冒这个险了，我就觉得他可能基于平时跟我的这种关系，所以关键时刻我怕他出狠招。当天秦岚的演艺圈好友纷纷通过 VCR 送上祝福，而近日传闻已经怀孕的霍思燕更赶来为好姐妹捧场。当天霍思燕一身花色鲜艳的无腰身宽袍配平底鞋亮相，妆容也几乎看不太出来，好像暗合了怀孕的消息。不过作为好姐妹的秦岚却对霍思燕有孕的消息不知情，看来好姐妹之间也是有秘密的。好朋友霍思燕来，然后有爆出说她已经有宝宝了，那你知道这事吗？没有得到他的通知，还目前还没有得到这个通知。他今天来也没有透露，就是可以交流。没有，他还没有通知我们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这样的通知，所以今天媒体这样一问，我都有点不知所云。我觉得还是要问他们自己吧，问当事人自己。你看他有怀孕的迹象吗？没看出来啊，今天穿的花枝招展的。优酷全娱乐，周欣，北京报道。